柴犬小春最喜欢主人带他开车兜风。日本千叶县这只柴犬小春每次一上车就一屁股坐进箱子里，主人玩心大起，准备了三个不同大小的箱子要爱犬接招。紧接着小春面临了更小箱子的严峻挑战。只见小春两只前脚踩进箱子内，勉勉强强过关，没想到终极的试炼在后头等着。这下连主人都甘拜下风。静冈县这只大长狗 Darling 陷入和螳螂的对战，只见 Darling 一直对着空气猛抓，似乎对螳螂有所畏惧，却又心有不甘，吼叫个两声，但螳螂完全不为所动。对这情况，来到一个月后，当たった。偶然パンチが当たって、今回は勝利を手にしました。皇天不负苦心狗，腊肠狗如愿击退螳螂。东京这只贵宾犬摩卡穿好衣服，准备和主人一起出门。摩卡突然倒立走路，大秀特技。原来摩卡是因为要出门了，用倒立来展现开心的心情。狗狗们个个深藏不露，让饲主忍不住将爱犬的可爱模样录影下来珍藏。记者惠文综合报道。